比赛有输有赢。人生有他，一定会赢。Life changes. Jesus' love, however, does not.无论路途有几无论路途有几遥远，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有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神乐意与你一起过，能用爱替你做遮挡。神乐意为路上风雨同行，阻将你满日生。恩与同恩与同路人。各位听众朋友好，多谢来到恩与同路人，我是你的节目主持 Julian 黎秀英。一班老朋友走在一起，闲谈的话题可以多方面的，可以共话当年，亦都可以讲下例如养生之道啊，这个都是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无他的，注重健康都是想生命延长一点嘛。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个个都会身体老化，机能慢慢的退化。但是我们个个都想过一个有质素的退休日子。我们说安享晚年嘛。恩与同路人这次的嘉宾是 Steven 吴永亨。他跟大家讲下他现在退休的生活，亦都讲下他当年年轻的时候他的进取的日子。咁上帝又同佢有咩相关呢？咁我哋就要听一下 Steven 吴永亨同我哋嘅分享啦。你好 ，Steven， 欢迎你。系系咁咧，知你而家系比较悠闲啲嘅生活系咪？系冇错，因为我就退咗休，2012年退咗休噶啦。咁啊，而家就系、是每一日都系去做下运动啊，打下波啊嗰啲咁嘅生活。啊，咁现时咧，我哋人话系。金色年华或者重拍之年啊，算唔算啊？都算嘅，咁啊都算嘅，因为我都登咗六噶啦。咁我今年系65岁，已经65岁。咁我头先话你生活好悠闲啦，你现时嗰个情况系点？都咁嘅，而家就讲得诙谐啲，咁啊搵一份长工，咁啊长工系做运动，咁每一日去做活去做运动啦，咁就系、是去唱下歌啦。去有嗰啲社區嗰度做下義工啦，咁就星期日翻下教會啦，咁、就冇咗以前咁朝頭早一起身就要去又要去翻工呢啲咁樣嘅咁壓迫感噶啦，即係好感恩嘅咧。咁我而家能夠有啲咁嘅生活咧，真係感翻落嚟真係好感恩，因為喺2007年嗰陣時咧就曾經試過就係中風，咁又諗翻落去。咁原本你话即系如果系另外一个结果嘅，即系要坐轮椅揸拐杖，系咪？谂翻原来真系的而且确系要感恩。冇错，因为你现在咧享受紧你退休嘅时间咧，有健康唔系必然，但系咧你用保持运动，头先话打波吧，打乒乓波啊咁或者其他嘅活动啊，都保持嗰个活力啊，咁所以先能够享受到系即系而家唔使工作嘅时间。咁不如咧 ，Steven 喺你同我哋讲话，你曾经经历过病患咧中风咧嗰个嘅事情嗰个嘅阶段咧，先或者同我哋讲下，你退休之前系做啲咩工作或者系点样样嘅？我退休之前咧就喺嗰啲社区中心嗰度咧，就系、是、做一啲搞一啲 program 咧，俾嗰啲长者噶，咁喺嗰啲老人大厦嗰度咁啊做呢啲咁样嘢嘅。咁啊，安排一啲活動啦，咁有陣時就係帶佢哋去譬如去參加下外邊嗰啲出去旅行啊，古靈嗰啲咁嘅嘢啦。咁同埋咧，每一日咧就係安排一啲唱歌活動啊，或其他嗰啲各類嘅嘢俾嗰啲喺我哋本大廈嗰啲長者同埋啲外來嘅長者咁嚟參加嘅。咁我做呢啲咁嘅工作嘅。即係活動策劃方面。係。喺活動策劃方面啦，做咗幾耐啊？呢方面總共做咗都有成10年過外啦，超過10年啦。
哇，如果十年呢你所遇到的长者啦都不少啦，可能你看住他们啱啱就是说升级做长者，亦都可能是送走了他们都不定，是不是？可不可以跟我们都讲一下呢，你这十年间给你一些的体会，或者你见到的长者他们怎样过他们我们说金色年华，但对于他们来说又是怎样呢？有啲嗰啲長者咧，佢哋就係、是、可以咁講，佢哋又唔係好參加啲活動嘅，佢哋就好多時咧就即係好比較好被動嘅。有啲比較活躍啲，有啲佢可能佢有糖尿病啊啲其他長期病患，佢哋想去旅行，佢哋都冇得去，又冇人同佢去，佢又去唔到。咁有啲咧就嗰啲仔女啊咁樣間中嚟睇下佢啊。就是这样的，譬如住在老人大那里，好像你好像叫他好像很孤独这样、嗯、即是很孤单这样。孤单这样。还有没有什么，譬如有些其实、长者人说都挺可爱，好像小孩子这样。都有的，有时候他们都很得意的，见到有一些他的听觉已经是没有了。他见到人但他不想被人知道他是听不到。佢見到你嘅，早晨咩咩咩，講呢啲咩普通嘢。如果你一講咗第二樣嘢咧，你見到佢咧就問非所答噶啦。咁、嗯、後來我就發覺到咧，佢係聽覺已經係冇咗，但係佢咧就唔想俾人哋知道佢個聽覺係冇咗。諗深一層咧，其實係即係心都有啲噏住，睇到佢哋都係好想睇到佢哋自己有價值，人哋尊重佢，佢唔想因為失去咗呢啲嘅嘢咧。就被人轻看了他们这样。是啊，这样东西都是认同的，因为他们即不想被人知道他身体有些缺陷、啊。是是是是那 Steven, 这个就是你退休前的工作。啊、那其实你是即你已经有机会看到长者的心态、啊、生活情况是怎样。那当时有没有启发你想啊，咦，我 Steven, 我第日退了休，我的生活是我即是选择会是怎样的，那会不会令你都想一下的？那时都没什么，即是没什么未曾去计划退休的，那直至到后来我中风呢，那我就自己想一下，那我要用一些活动是可以手脑配合去训练自己，等于做复健运动这样的啫。那所以呢我就自己去安排了、去参加各种的活动。拉搖啦，實際上我對音樂我真係一竅不通嘅，咁只不過係睇住佢啊，佢可以眼喎，可以手喎，咁嚟配合嘅啫。之後咧，咁就會計劃下點樣去退休啦。聖經講到人生嘅時候咁樣講，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彩，出現稍時。就不见了。尤其在我们遇到突然的病患措手不及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深深体会。圣经上有这样讲，你们只是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生命的长短，健康与否，真的不是完全在人的掌控之内。Steven，咁你喺咪口咧都提过，其实呢次嘅中风咧，令到你嘅脑细胞咧，有一部分咧都系死亡，死咗唔可以再复活翻嘅、哦。但系睇到你好积极嘅嚟到去准备自己，因为见到呢班老人家都有啲好令你好心悒嘅，譬如话一啲孤独啊，唔知道点样去度过佢哋嘅晚年啊。详细同我哋讲下2007年嘅时候，咁到底发生咩事，对你嘅影响又点样样？咁喺2007年呢就3月7号嗰阵时呢，我就係突然间呢感觉到右边身呢，我落楼梯嗰阵时候，嗰隻脚好似唔係自己咁样嘅。咁但係嗰个係礼拜五，咁我就冇乜点理佢，咁就一路都唔理佢啦。咁后面仲揸车出街，咁我觉得点解会踩个brake踩得咁 sharp 嘅呢，咁样。咁到夜晚就冇事。咁礼拜六呢，咁我就去图书馆做埋个功课。嗰阵时我仲读緊书嘅。咁就突然间揸起支笔，右手呢连个一字都写唔到。咁我觉得有问题啦。应该係身体上面唔妥啦。咁我就走去睇医生。咁话咗俾医生听个症状。咁医生做咗一啲同我做咗一啲嗰啲咩 neurological test。
咁就話斷定咗我咧係短暫性缺血性中風 ，check 咗個血壓就高，腦掃描又未曾安排到，咁叫咗我翻去屋企俾啲降血壓藥我食。咁一路咁啊，如是者咁啊，等到第二個禮拜咁，禮拜二咧，我翻工咁啊，我公司對面咧就係醫院嚟嘅，咁就喺醫院嗰度等咗成日啦，咁就下午佢同我做咗個腦掃描，咁就第日即係睇完嗰個 report 咧，咁就斷定咗咧，我右左邊腦咧一部分腦細胞已經係死亡咗噶啦，咁就腦細胞死亡咗咧，就係唔可以再生嘅。只不係咧，係用啲士啤嘅腦細胞嚟去補充嘅啫。呢個就醫生話俾我聽嘅。Steven 啊，咁你當時咧，因為醫生係話係一個短暫性嘅中風，一邊嘅腦細胞死亡。咁後來係點樣樣康復啊？後屘佢就一段短暫，即係短暫時間啲血通翻，咪冇嘢咯。哦 ，OK。因為佢係缺血，缺血咧嗰啲血去唔到嗰個腦嗰度。咁就係、是、三分鐘開始呢就啲腦細胞開始死亡，六分鐘嘅大量死亡，咁我就真係又要係好感恩啦，三分到六喺三分鐘之間我啲血通返，咁即係死咗一部分啫。OK， 如果唔係今日你可能個腦即係指揮唔到右邊嗰啲活動，咁就係真係坦啦。當時那個短短的時間的經歷，你的心情是怎樣的？當時的心情就是何必偏偏選中我呢，樣為什麼會是我呢，有這樣的心情的。想回想你當時怎樣跟神對話的？當時那個心那個祈禱那些就是這樣，神啊，今次我是這樣，可能你是有另有安排，你要给一个警号我，即是不要想着自己呢啊又可以做哪样做哪样，这个可能是人的心意，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和你的心意是不一样，不知道他将来是怎样样，尤其是我自己不会再深究去问，喂神啊，你将来要我怎样啊，即是你只不过是呢用一个很平服很顺服的心情就去接受而已。咁而家仲嗰個情況仲可以受控制嘅，不如自己諗下點樣將來點樣去面對仲好過啦，咁樣。就我個心情就有一段時間咧，當然係非常之 down 啦，嗰啲非常之低落啦，即係點解咁樣咧咁樣？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自己都選擇點樣去面對咗佢咯。願你主是你得勝主，心響應。一生信靠，信结主，终赞不止息，心感应，一生敬拜，同赞你，来众赞在全地，同来献上，全是心中感恩，愿在每天可找到。主赐下能力，神你恩典不变改，同赞美，来颂赞在全地，同来献上，全是心中感恩，就在每天紧握主，得盼望能力，神你赐应许不变改。神，我要一生依靠你。咁就另外一样嘢就俾我一个感受，一个启发就系、是，未曾发生呢件事之前咧，就谂住读埋书，四月廿一号毕业咋咁样，再又再读第二样嘢咧，就自己好似谂住即系天下无敌咁样，就用乜嘢啫？我可以搞掂咩？但系就回心一谂咧，神嘅安排唔系咁噶。佢會唔會係第二樣嘢咧？自己會諗啊呢樣嘢啦，即係自己有少少驕傲心嗰類咁啦，係咪？咁但係經歷呢件事情咧，俾我一個回憶咧，就係、是、一個諗翻落去咧，坐落去，喂，呢個係人諗嘅嘢嚟嘅啫，唔係神諗嘅嘢嚟嘅噃。
即系我哋要咁样谂法咧，俾我有少少咁嘅思考咯、嗯。会唔会咧？嗱，因为呢一个嘅中风咧，都系属于短暂性，就好似一个喺你健康里边有一个警号出嚟啦。呢啲可能系先天性嘅嘢，亦都有可能有后天日常生活嗰个步伐各样嘢影响咧。咁如果唔系出现呢一个问题，可能将来一发生事就系比较严重啲。事后即系谂翻落去咧，就真系我都唔。冇乜可以形容词，系得两个字，得个感恩两个字嘅啫。嗯，感恩系神医治咗你，即系带你经过咗有惊无险咗。呢样嘢咧就定还是乜嘢咧吓？就即系佢就又唔系话佢医治咗我咁啊感恩噶噃、我又咁样即系、我即系好呢样嘢，佢系比较复杂啲嘅个心情咧，即系好感恩就系、是、嗱俾我亦都可以反省到一樣嘢，就係、是、人嘅嘢好多時咧，我自己諗住自己樣樣都得，咁但係神嘅安排又唔係咁嘅，係咪？咁好多時人嘅嘢就唔知噶嘛，因為去到即係好似樣樣都好順利嗰陣時就忘記了咁樣啦，就咁、是、情況。咁大約嗰個心情就係咁樣，就當然係啦，我唔使揸拐杖，唔使攤咗，呢、這個當然係。在我生活上在我家人来讲呢就即不是一个负累啦，这个现在是很开心啦。咁、但亦都假如反过转头来讲，假如我是要揸拐杖要坦咗喺度嘅，咁都是感恩嘅啫。咁你譬如你话你再简单来讲，你可以拜拜㗎喎，可以死咗㗎喎，咁你唔死得，咁你仲唔去感恩。即我哋嘅信仰唔係话即係当神係要听我哋嘅心意，就按我哋嘅心意俾我哋。反过嚟应该系点样？你觉得？你反过嚟就系、是，即系佢系咁样嘅安排，你就要接受噶啦。即系唔系话你自己话要好，话要咁样。即系我正话你讲，我都好认同噶。我系好多时系我哋嘅旨意嚟啫嘛，样样都系我嘅啫嘛，我谂嘅嘢啫嘛，唔系神佢谂嘅嘢嚟。咁同埋後期你都係做翻啲復康嘅活動。後期我咪自己揾嗰啲揾嗰啲活動嚟去訓練翻自己咯。譬如我係去拉二胡啦，學拉二胡啦，去跳舞啦，去打乒乓波啦，去學唱歌啦。OK， 咁樣呢啲咁嘅嘢啦。呢啲原本唔係你嘅好大興趣嚟嘅。唔係。好啦，咁因為健康緣故去參與呢啲活動，你有啲咩收穫啊？收获就是咁到我而家退休咧，我就可以就好活跃啦。咁啲成为你而家金色年华一啲，即系丰富咗你日常生活。系啊，嗱呢样嘢咧又系真系，而家系神俾我嘅恩典嚟嘅。如果我唔系中咗风咧，我唔会去搞呢啲咁样嘅活动嘅。咁到我退休嗰阵时候，咁我咪坐咗喺度戆居居咯。咁可能系重现一个再版嘅孤独老人咁样。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又可以跟埋教会去做一啲外展嘅工作。係喎、神佢安排咗你有件咁嘅事情，原来后面仲有啲咁嘅嘢嘅。咁你所以你会返转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系咪要好多时都系唔好拗囉。嗰时你已经50几岁吓。系50几岁。你其实以往有冇一啲咁样类似嘅，即系去反省一下諗下人生嘅。深入啲谂下人生咧，咁都好即系好系统性嘅，又冇嘅。咁、如果你话如果你讲翻转头，即系如果跳咗落去喺信仰嗰方面，有阵时都几即系上上落落噶。呢个信仰、咁其实你几时信耶稣嘅咧？咁呢个信仰又点样影响你？你同神嘅关系究竟嗰个过程系点嘅吓？就1949年就出世，咁我1959年咧10岁嗰阵时咧就系、是、洗礼嘅。我外婆咧，因为佢带我去礼拜堂，咁就喺礼拜堂嗰度咁啊洗咗礼。咁就到1975年嗰阵时咧，咁on and off 喺香港咧又去翻去读书啊，考啲试啊咁样。咁嗰阵时顺势咧就做埋个坚信礼嘅。咁就一路就係做咗堅信禮之後呢，就間中有時就 on and off 咁返嚟教會啦。咁一方面又要考試啦，咁一段時間呢就係、是、就因為考試成日都肥佬，咁亦都心裏面好大嘅掙扎嘅，就即係喂
是不是的，咁即系人系基督徒，我系基督徒，点解我啲同学嗰啲做基督徒佢哋咁好嘅咧？即系事业方面吓，点解我又会咁肉酸嘅咧？即系硬系样样都考亲啲试，都啲专业试都真系都考唔到咧。咁啊，当其时个心情就是，不如唔好翻教会啦。咁有段时间我都停咗，系冇翻教会。咁嗰阵时系70年代嗰阵时，一路直至到我八几年到移民。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顺利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都不是合你心意的时候，你开始质疑这个上帝有没有看着我的。是啊，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心意来到去量度，神你都没有按我的心意。是，那你离开了教会都好几年之后回来，即来到多伦多你才会有机会，即神带回你回教会。是啊，咁啊，移民咧就好得意嘅。移民咧，因为我公司有个同事系嚟喺呢度咧，佢系结婚。咁结婚咁，我又啲同事叫我攞个贺卡俾佢。咁就佢就喺教堂结婚，咁叫我去参加佢个婚礼。咁我就去个教堂结婚。咁啊，去到教堂结婚咧，又撞翻一个以前嘅即系嘅小学嗰啲朋友。嘿，你移民，你嚟呢个教会啦，我好啦，咁跟住咧就翻去，就开始翻去教会。咁啊，翻教会咧，我就亦都系有段时间，我就坐嚟谂下啦。咁我话，如果假如我系喺香港，我系考到嗰啲专业试咧，我就唔会移民，我一定系喺香港嘅。咁但系而家咧，因为我考唔到，所以就嚟移民。咁我谂下，我呢个样嘢，又会不会是神的安排呢？我那时候会这样想，因为为什么我考了专业试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嘛，是不是？那未必是神的安排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机会，我就再回来，也是去想回来。因为当时我即你说的问题绝对是同意的，因为是自己用自己的心去想，即自己想一样，想那些东西，咁梗係想要我攞到啦，你攞唔到我就发嬲啦，咁唔鍾意啦，咁样。自己觉得理所当然去发呢个脾气。冇理由喎，係咪係啦，咁样情况。咁但係到你初初返教会嘅时候，你都諗话，哦，你开始即係好似確認返，即係神都係带住我，係咪我喺香港我想要嘅嘢得唔到，神就俾我机会嚟多伦多。但係当时会唔会你嘅心态依然都係为咗神俾唔俾呢个机会我，就连接到你后来讲你中风，即系你其实毕业之前你中风，神系俾你啦，嗰阵时俾你一个专业啦，而且一个唔系第一个专业，已经第二个专业添啊，真有机会讲。但其实你个心态都仲未曾完全调整喺神面前，话究竟你要神嘅心意定要自己嘅心意得到去即系达成，系咪？会唔会咁啊？有阵时都有噶，因为当然啦，嚟到呢度咧，有机会俾我就谂翻下，应该系咁噶咁样。咁但系即系人嘅嘢咧，我自己讲法咧就忘恩负义多嘅。嗰阵时嗬，好多时系咁样，好多时咧，即系你好嗰阵时咧，你又唔记得咗啦，系咪？咁系要。即係有啲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個個人都要即係經歷一啲好多好鬼苦難嘅，咁但係有啲即係喺我自己嚟講咧，去到某一個程度咧，自己有啲咁嘅困難嗰陣時咧，自己會停落嚟再諗一諗，即係停一停想一想，究竟係點咧咁樣？因為太過順嗰陣時咧，就真係哇樣樣都係我嘅，樣樣都係我要嘅，我要呢樣嘅，就忘記了啦咁樣。求你手来扶我，牵引我，心坎无穷困累，唯愿主眷顾开出路，仰望神施恩带我。神你必同行，恩典满载，冲开重重枷锁，从拾起你爱的呼唤，靠着神恩手领我。Stephen，
可唔可以都举一啲即系具体你经历过嘅例子啊？即系除咗话中风短暂中风呢个令你去深深思考呢件事情之外，有冇其他啲人生经历？即系揾工咧，我就嚟到呢度咧，有好多好多啲好多时咧去揾工，我哋移民咧就样样啲人哋都系又话你冇加拿大经验啦咁样，咁就变咗兜兜转转啦，变咗我就。边一个行业有工做就去做，走去做噶啦，就唔理噶啦。总之佢肯请我，咁我咪入咗去做，我先去先去学嗰个行业嗰啲知识咯，咁样。你嗰阵时1988年嚟，咁你系做过啲咩行业啊？又我嚟初初嚟嗰阵时咧，就喺一间冲印电影嘅嗰啲公司嗰度做，喺 downtown。咁跟住咧又走去咗货仓度做搬货啦。咁跟住我又转咗去会计部嗰度做，咁又做下呢啲，又做下嗰啲啦。后来咧就有个教会嘅姊妹咧就介绍咗我入去呢啲社区中心嗰度做嘢啦。咁介绍咗去做嘢，咁我又然之后又再去本工读，咁去读一啲嗰啲咁嘅证书啊，同埋啲学位啊咁样。喺呢啲揾工做啊呢啲咁嘅过程咧，都有阵时都会。即係好困難咧，我曾經試過都好深刻嘅，夜晚黑咁熄曬燈，坐喺樓下，坐喺自己個廳，我聽到真係咁樣同神講啊，祈禱。我話神啊，究竟係點啊？即係都我唔需要祈禱再講噶啦。我真係咁樣講嘅。你睇到啦，咁究竟而家要點咧？即係當其時係即係好苦惱嘅嗰個困境。我真係好深刻。咁就如是者之後，咁又。咁又過咗啦，我就係咁兜兜轉轉咁揾，但係揾工做呢一行轉嗰行，但係我回心一想話有樣嘢喎，我從未試過有人捱過餓喎，未曾試過話斷過曬糧喎，咁呢樣嘢咧就係真係好即係好大嘅恩典嚟嘅喎，二十幾年從未試過喎，你係好苦惱，係好頭痛。是即系自己，唉，真系烦啦！即系自己咁样祈祷都有嘅，因为我相信冇人咁，即系冇人咁祈祷噶，系咪？我就系咁，我话神啊，你知噶，咁我而家点咧？圣经一段嘅说话都好能够描写 Stephen， 佢谂起当年上帝点样眷顾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天父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你，创造我的这位的上帝。同样，你的境况，你的需要，天父都知道的。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系 Steven 咧，头先喺麦后咧都讲到咧，佢以往都好中意同家人咧去讨论信仰。咁好多时候，因为大家睇法唔同咧，好容易咧都会变咗系争拗嘅情况。咁 Steven 咧，你话后来咧就慢慢有所改变，系咪啊？咁后来俾我谂到一样嘢，即系嗰阵时拗到真系拍头拍凳嘅。咁事实上，咁样谂一谂无谓啊。咁即系你不如你做俾人睇嗰个啦，你自己系基督徒，你咪做俾人睇咯。即系你唔好拗赢佢啊！你拗赢佢冇意思噶，系咪？即系我自己即系个谂法就系咁啊！即系你拗赢咗佢，就自己尤其是喺个家庭入边，你拗赢咗佢，你都系输噶，佢唔服你噶嘛。嗯，你如果你做俾佢睇，佢咪梗系好。让佢睇到点样？睇到咯。一个生命里边有耶稣基督系点样？唔系话拗嘅，即系唔系话拗翻嚟嘅，系要做俾人睇嘅。咁即系我自己一个感受到。咁后来咁我就。即係喺我哋個家庭入邊咧，就唔去爭論呢個咁嘅問題啦，即係唔再爭論啦。咁即係我自己即係做俾人睇嗰個講俾人聽啦，咁樣可以肯去同啲即係屋企人咧講，喂 ，sorry 喎、啊，你都啱嘅，你咁做都啱嚇，咁、啊、我都啊呢樣嘢都係我錯咗。咁以前我又好少講呢啲嘢嘅，對，以前咧就係好。就好一言堂啲嘅，因为就惯咗系咁，可能惯咗啦。咁但系而家就即系已经系改变咗一啲咁样嘅嘢噶啦。譬如真系好即系好控制唔到啲发真系要发脾气嗰阵时候，都会选择唔出声啊，或者行开先啊咁样，始终都想办法改啦。
好啊，不如带我哋翻香港睇下当年嘅你系点嘅。都知道系神喺当年咧，其实都俾咗好多机会你。60年代、66年到做啲学徒嘅工作系咪啊？系啊，喺就喺天窗银行咧做嗰啲整内线电话嗰啲学徒。系嗰阵时系咪工作机会都唔系太多啊？那个年代都唔系好多噶，因为除非你系中学会考毕业咧。否则嘅话，好似我哋呢啲冇毕业嘅，就工机会唔系好多嘅啫。即系你当时系个学历有所限制，咁后来大神又俾你机会去做边方面啊？咁就后屘咧就去做咗海员啦，就去我读咗嗰、那个电报生啦 ，radio operator 啦，咁就系落船做咗海员。咁就落船做海员咧，就人工就系高过喺香港搵份工，咁又。就食佢住佢咁样，咁嘅情况。咁做海员做咗几耐啊？前前后后。前前后后咧，总共由我69年到落船，到我79年，10年，超过10年时间啦。喺呢段时间。咁我知道咧，嗰阵时做海员咧，每一段阶段都系可能一年或者年半咁嘅 contract， 咁你又要再搵另外一个 contract， 咁期间你都系考好多试，读好多书嘅喎。因为海员嗰个呢个工作咧，佢系好得意嘅，因为佢系签合同嘅，一年啊或者一年半合同啦。咁我就趁呢啲咁嘅时间咧，就走去考试啦。咁考试曾经亦都经历过系好，即系好挣扎。自己系基督徒，我啲小学同学啊嗰啲系咪个个都系基督徒？咁点解人哋会咁会即系？就会咁好呢，搵到份咁嘅好工呢，我就考亲试都肥嘅呢，咁样。咁有啲好大嘅挣扎嘅，有啲什么都唔知系唔系嘅。你就系其实由嗰阵时开始对神有冇睇住你，即系嗰种怀疑。有啲咁啊，有啲咁啊，即系可以话，即系怨愤啦、怀疑咧，即系同神讲啊，祈祷。你圣经系咁话嘅，你话凡系求就有嘅，点解我求亲你都冇嘅咧？咁样，即系我教会弟兄姊妹嗰啲。知道我回来考试，知道我这样辞一份工回来考试，他们都是很密切和恳切和我祈祷的。那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即是我又肥了，这样跟神说，我祈祷你不听，他们那你都听假。其实都反映出当年对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即有一个误解在里面。当然了，这件事是过去的历史，现在回想回，当时真的的而且确有点这样。就变咗就疏离咗，好少翻去教会啦。浪子啊！咁直至到后屘我嚟移民嗰阵时啦，嚟到移民咧，我就有机会我谂落去啦。如果我嗰阵时系考到嗰啲咁嘅试，我梗系唔会嚟移民啦。我点会嚟移民啫？咁我喺香港搵到份好工噶嘛，走去政府工系咪？咁我而家嚟咗移民，唔系谂翻落去就回忆翻呢样嘢系安排嚟噶。即系唔系话人嘅你嘅意思，你梗系想乜都好啦，系咪？咁就我哋有时都唔能够咁样谂法嘅。即系变咗翻有一个机会俾我又去思考翻啦。到我移民嗰阵时就圣经讲得好嗬，即系我哋嘅脚步真系神为我哋定，佢个眼界比我哋更高。咁你今日能够享受你嘅金色年华喺多伦多呢个地方，你都好中意喺呢度安居。神的铺排呢亦都好像有少少不是太如意冇咁理想才考虑到移民。咁神好像是容许那些不是很如意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即是神的铺排就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即是没有什么机会你思考回自己就不明白的。我思考回就明白。咁Steven 啊，你嗰陣时做了成10年的海员啦，虽然断断续续咁样。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受经历同我哋分享下？有一次咧就系好就，即系我曾经有个同事心脏病发死咗，佢嗰个尸体就喺我个房隔篱嘅啫。咁我就4点钟我落咗，我落班我当班就半夜12点到4点落班，咁我仲走去揭开块布望啊，佢冚翻佢，咁就即系谂翻落去睇见个生命喺真系就咁喺个手个流走咗，咁真系都好无奈噶。一啲辦法都冇，咁我哋有咩辦法啫？藥有咩藥啫？喺個公海嗰度冇，亦都冇咩藥，冇咩藥物可以救。睇住佢係咁樣就咁走。咁呢樣嘢諗翻落去，呢個第二朝海葬咁就係咁，即係綁住佢咁抌咗落海，咁係咁就係咁啦。
咁呢個經歷有時諗翻落去咧，人生嘅睇翻落個生命係好脆弱，亦都我哋旁人睇落去亦都係好。有時你一啲辦法都冇，一點辦法也沒有，係咁望住佢就走就走噶啦。我望着前路，是迷亂像往一片，幾多挫折打擊，未明白做物旨意。我踏着细沙，在海边走过，晚风中心里听你声，听沙沙海风在宁静细雨低诉，眺望滔滔海波，在无言默默宣告，主好大能力。海天皆响应，每一刻变化亦在你的旨意里。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定有时。神我的一生，神你定有预备，莫计得失，只想你来到人。其实即系当年咧，回想即系青年啊、后生啲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嘢话个心里边摆唔低嘅，因为你一直系一个好学之士嚟噶嘛。咁 Stephen， 你心底嘅谂法其实系点嘅咧？呢样嘢都可以话一个挑战嚟嘅，因为我中学又冇参，中学冇会考啦，小学又冇会考啦。咁有時好似要證明翻，咁究竟我係咪真係咁水皮咧？咁樣，咁所以我不停走去呢樣嘢，走去讀嗰樣嘢，走去考啦，或者可能去證明下，喂，我都唔係咁水皮嘅喎。咁亦都係翻轉頭嚟講，亦都好即係好感恩啦。神有咁嘅機會俾我走去，又去考下呢樣嘢，又考下嗰樣嘢，又去做下呢樣嘢，又做下嗰樣嘢。1966年嗰阵时，我读完书，我连英文26个字母都未识齐咁齐嘅。咁我20年、20年之后，咁我即系攞到一啲嗰啲咩证书啊，咁啊学位啊嗰啲咁嘅嘢。咁呢样嘢都系非常之系感恩嘅。直至到而家啦，即系都感觉到都可以对自己人生咧，自己有一个交代啦。即系我以前咁样都证明到，我都唔系话咁。即係咁水皮㗎，即係只不過係當其時唔知點解發緊夢嘅啫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片段。咁另外一個片段咧，亦都係去睇翻落去。咁老實講，有呢啲咁嘅嘢，即係攞到呢啲咁嘅叫做某啲咁樣嘅學歷咁成，好似浮雲咁嘅啫嘛。咁你諗翻轉頭，如果係假如我哋係作為一個基督徒，神係唔准許嘅話，你乜嘢都系空噶啦，系咪？系咁，思维啊，听你讲咧，你一生里边咧，好似系即系为咗自己背景嗰、那个冇咁优胜咧，你系要追求翻啲嘢去补救翻，去解决呢个心结，系寻求自己嘅价值。咁神又恩待你，又俾你。咁你至终嗱，你又话好似浮云咁，其实神点样提升你嘅眼界，点样睇你个人嘅价值？翻转头嚟讲，真系好似浮云咁啫。如果你话，即系神认为佢，比如神佢话呢啲系冇噶啦，任何都系空噶。你而家你反转头嚟讲，即系我自己嚟翻，我尽咗我嘅努力。即系神有阵时有啲，佢有啲嘢佢俾你，有啲嘢佢唔有啲嘢佢系唔俾你，系佢有佢嘅编排噶嘛。咁你自己当其时你系唔明，咁你唔明嘅，咁你冇办法啦。咁你但系你而家你自己回忆翻，好似即系好似一个嗰啲录影带咁。谂下来，咁你自己就会明白咗一啲，好多时咧就系佢嘅心意系咁噶嘛。咁我哋有阵时做人，因为基督徒咧，好多时都要有一个顺服嘅心态嘅，即系唔可以话即系成日都样样都要咁，好似细蚊仔咁成日都话要即系要攞糖食咁啊。即系好多时咧，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论顺境逆境咧，都要有一个顺服嘅心态，就反为好。当然系一个过来人。拗都拗，即系自己老实讲，拗都拗唔少啦，系咪？拗到我唔翻教会咯，咁样咁论尽啦。
咁同埋有時好多嘢你要明白到，人嘅意思就未必係神嘅意思，係咪？神嘅意思咧，佢亦都唔會即刻去話俾你聽，佢係咁。因為要磨練我哋嘅信心。好多時，所以我話順境你係要感恩，逆境你都係要感恩嘅喎。咁你病咗你都會感恩，真係好感恩嘅喎。咁如果你唔係咁，你又唔知嘅啫。有時未必話咁能夠可以即係表達到用個語言講，但係個心態就係真係咁樣。作為一個基督徒，真係要好多時係要有順服嘅心態。到而家今年我六十幾歲，人生去咗六十幾年，亦都係諗翻落去咧，好多嘢係喺我自己嚟講都幾豐富㗎，即係變咗又做到各行各業啊，又呢樣嗰樣。咁就係亦都係無可否認咧，好多時咧。人想的东西呢就是未必是神所想的东西的。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好像刚才我在船上有什么海葬的同事这些，我们自己到现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真的要去即珍惜一下。我也很感恩，我应该我七年前，我2007年如果不是有这么大恩典，我现在可能是坐在那个轮椅。咁但系我而家可以參加咁多活動啊，可以呢樣可以嗰樣啊，咁我亦都可以有時同人哋分享下，喂，你小心啲啊，中風係咁噶，係咁噶，咁樣咩？呢樣嘢我亦都係非常之感恩嘅，呢個係一個係恩典嚟嘅，好似係微不足道。有啲人講話啊，你好彩啫，但喺我自己嚟講咧，係咪真係咁好彩咧？呢個係恩典嚟嘅喎，唔係真係咁好彩嘅喎。因为我发生咁嘅事，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去同人哋去话俾人听，做个见证去讲俾人听，将来系点，真系唔知。去到而家系神嘅安排。有一个歌嘅歌词就系、是、Because of you， 中文个意思咧，佢就因为你，我可能够咧面对明天，就因为你，我就无所畏惧。就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咁生命咧就系非常之宝贵，就因为有你，你嗰个你咧就系主耶稣。我不知多谢晒吴永亨 Steven 同我哋呢次嘅分享。亲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系将近踏进退休之年嘅话，你嘅心态又系点嘅呢？将来点都要去面对病患啊、老化呢啲嘅问题，咁对于能否安然度过晚年，又有几大把握呢？而同路人同你讲嘅上帝，是否系你人生最大嘅依靠啊？送俾你一段圣经嘅说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没错，当我们认定上帝的时候，他必定指引我们的路。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除了有我们的嘉宾分享之外，我们谭品纳牧师都有一个小片段跟你分享的。
在七十年代，当时是南北越打紧仗的时候，美军亦都在南越当中来到加入战阵。当时有位美国的牧师叫 Dr. Sakawaya 萨加利亚牧师，经常去到美军里面做一些鼓励的演讲，而同时之间亦都被当时的越南教会呢请去做一些愤青会、布道会。而帮他翻译的是一位的青年人，他的名字叫做 Hien Phan 范先生。范先生当时很年轻，他英语很好，越南文亦都很好，咁就经常帮呢个嘅萨加利亚牧师翻译。后来南北越战争停止咗，但係呢越军呢佢嘅势力仍然好大，就捉一啲专系曾经帮过美军做个工作嘅人。而呢位范先生亦都被捉入咗一个嘅劳改营。喺劳改营里面呢，因为佢曾经帮过美军，帮过美国人做嘢，所以呢都越共军呢对佢非常嘅苛刻，就同佢讲以后唔准你睇英文书，只是看法文书，以后不可以看圣经，只是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给很多的艰苦工作去做，清洁啦、耕田啦、扫地啦，各样粗重的工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位范先生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心里面想，究竟上帝存不存在呢？有一晚他自己跟上帝祈祷，他说上帝啊，我发觉你都是离开了我，你可能已经不存在，所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祈祷了，我要跟你说拜拜。第二天早晨，这位范先生就被越共的一个的军官叫了去，说你今天呢不单止要做你平时要做的工作，更加做多一样东西，就是要洗晒所有劳改营里面的厕所。当这个范先生听到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我已经咁辛苦，仲要洗埋劳改营嘅厕所，因为劳改营里面咧系非常嘅污糟邋遢，冇办法啦，呢、这个都系军官所吩咐一定要做。于是乎，佢就包住个头，包住个鼻，含住眼泪嘅，好受苦嘅嚟到去洗厕所。当去到呢个黑黑湿湿、好臭嘅厕所嚟到开始工作嘅时候，正系眼泪洗面的时候，他隐约见到在厕所一个的旁边有几张的纸，他再望一望是英文的字，因为他很久没看过英文，于是乎他就很快手将这张有英文的纸张执了，就摆在袋里。然后到了夜晚，他想拎出来看看究竟这英文纸上是写什么字。当他拿了个电筒出来到望的时候，他一看眼泪就流出来，原来他所执到的那张纸仔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特别来到讲到一段的说话，那里说什么呢？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哇！当你位范先生看到这张英文的字条，其实就是一页的圣经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知道上帝没有离开过他。他很奇妙的，居然在一个这么污糟邋遢的厕所里面执到一页的圣经。后来他才发觉，原来这位越共的军官呢就拿了圣经来做抹手指，所以呢每一日呢他又用这些圣经抹完手之后就扔在厕所的旁边。从那天开始，这位范先生他就很期望去洗厕所，因为他知道每一日洗厕所他有机会执到一些圣经来看，就帮助他在这么困苦的劳改营当中度过了一段的日子。后来风声没那么紧了，这位范先生就计划来到逃离越南。于是乎他和几位的朋友呢就在这个海的旁边来到修整一只船，他马上修整完呢就可以来到出大海来到找一个机会。正是他们出发的头几天，当他们正是最后收葺这只烂船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四个揸住机关枪的越共军经过，见到他们在船那里来到修理，就很恶的行为去跟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你们是不是想走？
当然范先生同埋嗰啲朋友就好驚啦，个个都拧头话唔係呀。於是乎呢四个军兵就走咗啦。喺嗰一刻范先生就諗啦，如果呢四个军兵再返转头问我嘅时候呢，唉，我一定唔会讲大话，我一定话俾听佢走。但呢我相信呢件事唔会发生嘅。当我哋继续嚟到修整呢个船嘅时候，冇几耐呢四个军兵真係返转头喎。再问佢哋，你哋系咪真係想走？哇，喺嗰个时刻呢位范先生就好老实话，係我哋计划三日后就走啦。哇，当佢讲出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就諗住一定会再拉返去劳改营或者被枪毙。但係好奇妙嘅，呢四个越共兵同佢讲话，你真係走啊？可唔可以带埋我哋一齐走啊？哇，真係，原来呢四个越共兵都想嚟到逃离越南。於是乎佢哋一船53人，就係修理咗船之后，就用呢只船嚟到投奔怒海。亦都係因为呢四个越共兵能够识得方向，佢就漂流咗去泰国。而后来去到呢个难民营，而之后而范先生就被指派去到美国。而家喺美国嘅妈咪当中，喺呢个真人真实经历里面，再一次嘅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上帝系一个奇妙嘅神，佢冇离开过我哋。就正如呢位范先生，佢执到罗马书第八章嘅时候，佢被鼓励，无论系刀剑、患难或者困苦，都不能够叫我与基督个爱隔离。各位朋友，今日可能你面对人生好多嘅挑战，你怀疑上帝嘅存在，其实上帝冇离开过我哋。呢位范先生佢呢个人生嘅经历写成本书，亦都系印咗唔同嘅文字，让人嚟到见到今日圣经里面所讲嘅神系一个又真又活嘅神。特别喺诗篇第145篇，嗰个特别嘅嚟提醒我哋，我哋嘅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呢？佢话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凡被压下的，耶和华将他扶起。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使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人，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当我们愿意信靠了神的时候，神会成就我们的心愿，神有他的方法，你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祝福。再次多谢你收听《恩语同路人》，愿神赐福俾你，拜拜。
人生有长有短，但如果你有了他的呢，你就活到永远。人生万变，但是耶稣的爱呢是永远不变的。